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人，是你的想念，是你的温暖，深埋于心底，是说不出的秘密，小心翼翼的珍藏，是永远不会消失的秘密，找不到理由忘记，因为情不自禁，找不到借口放弃，因为刻骨铭心，难以割舍，怕无从再寻你挥之不去，是眷恋的温馨，依然想起，因为付出的真情已经融入生命，无法代替，因为生命的痕迹里，有我，有你，也有情，对某人你可以生生不见，却总会心心念念，对某情是你戒不掉的烟，终成了有毒的恋，人都是感性动物，无法真正忘掉打动过你内心的人，难以忘记，算不算执迷不悟，无法割舍，算不算铭心刻骨，入了心，才最难忘，动了情，才最难忘，一些情感，站在理智的河畔，只能压抑着那些生长的情愫，不是不爱，而是无能为力，不是无从选择，而是别无选择，很多时候的刻意离开，不是想疏远更不是讨厌，而是因为太喜欢，不放手的是一种爱，会心甘情愿的做这一切，放手的也有一种爱，会忍着疼痛去成全一切，用一秒钟转身离开，然后用一辈子去忘怀，那忍痛舍弃的情怀，其实你的心一直在爱，对于感情，有些人真的是无可奈何的离开，也许能给的最后疼爱，就是把手放开，不是不想，是不能，想和不想，在于你，能与不能，由不得你，不是不念，是不打扰，念与不念，我都在这里，恋与不恋，你还在那里，深爱着，却不能拥有，拒绝着，却没有尽头，曾经的点滴，是通往寂寞的牢，又是寂寞的解药，往昔的欢笑，是生命中最美的桥，再老也不舍得拆掉，也许不再靠近，是最好的距离，也许静静的思念，对谁都比较好，夜袅袅，烟袅袅，唯独知心意人少，风飘飘，雪摇摇，你若安好，我不打扰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